嗨，各位，我是马克。那这次我们来到摩纳哥最主要的主角，就是我身旁这位宾利的全新的 Flying Spur。那它已经是最新第三代车型。那我们知道以往的 Flying Spur 其实跟 Continental GT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发现前两代的 Flying Spur 在它在外形上跟 Continental GT 有非常相似的许多元素。那在第三代车型上面，我觉得宾利原厂想要突破这一层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表除了头灯以外，其他的车身各个线条包括车尾其实 都跟 Continental GT 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首先我们从车头看起，它除了头灯维持跟 GT 一样的四元造型以外，你可以看到它水箱护罩跟厂徽都是全新的设计。今年宾利百周年特别换上的一个全新的厂徽，它上面的翅膀还有 LED 的灯晚上还会亮起，真的非常漂亮。再来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腰线跟车侧的线条都非常的流畅而且动感。这里呢就是招牌的 Powerline， 就是原厂称为 Powerline 一条非常具有力量感的肩线，它现在就是更突出，然后看起来更立体，所以让车尾看起来更加的具有力量跟跑格。我们现在进到新一代 Flying Spur 的车室，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些新的重点设计。以往我们知道宾利车款会使用非常大量的木质饰板还有皮革来铺成它的豪华车室，那在新一代的 Flying Spur 呢，它加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主要的重点来自于它这个新的 12.3 寸的数位仪表。可是当你切就是按下这个 Screen 键的时候，它会立刻翻转为一个传统的三环仪表，然后就把数位萤幕隐藏在里面。然后它还有第三种模式，你看我现在长按的话，它会将所有的仪表就是翻到里面去，然后现在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木质饰板，这是从 Continental GT 开始的一项特殊配备。前面的重点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再进到后座看它有哪些特色吧。其实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啊，我觉得新的 Flying Spur 都会让你有非常不一样而且非常渴望的享受。那前座当然是来自于它的驾驭的感觉，那后座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它一些重点配备。像我们这部试驾车，它就配备了后座的影音娱乐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具的很像 iPad 的萤幕在这里。那这个萤幕是可以拿下来当做一般的平板使用，而且它也可以用 Google Play 来下载一些应用程式。再来呢，新的 Flying Spur 有个重点，就是中间这一具5寸的平板的小平板的萤幕，那它除了可以在这边控制以外，你可以按一下，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退出来，然后它是用磁吸控制，所以你就可以拿下来。那它上面的功能非常丰富，包含的就是媒体，然后空调、座椅，还有全车的遮阳帘都可以透过它来控制，还有气氛灯，甚至呢，你看我现在只要按一下它的座椅，然后选择右前方的座椅之后，这时候我就可以用门板上的这个旋钮，就是按钮来控制我的前座，然后将它调整到往前，然后椅背就是也往前，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获得最舒服的坐姿。甚至呢，你可以在里面用导航来设定目的地，然后这时候就会把这个导航的资讯传递到前面的萤幕，让司机可以按照你想要的目的地去行驶。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配置，包含里面有 12V 跟两个 USB， 然后自备架，然后当然这个也可以拿起来就成为一个双人座椅。那它的头枕呢也是特殊的麂皮材质，所以坐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后座椅也具有同时具有通风加热跟按摩的功能，所以坐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那不管是前座后座，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它都有给你非常极就是极致豪华跟具有非常驾驶跑格的一台新的 Flying Spur，所以我们等下再来介绍它的动力方面。这次呢，新的 Flying Spur 其实它在动力方面主要有四大项的更新。那我们先从引擎说起，目前首批出来的引擎配置跟我们之前试驾过的 Bentayga Speed 一样，都是一具 6.0 升的 W12 动力。那它的最大的马力可以来到626匹，最大扭力有91.8公斤米，
那搭配的变速箱是 ZF 的八速双离合器的自手排变速系统，这样子呢可以让新的 Firespur 它的0到100只要 3.8 秒，而且极速可以高达333公里，这个是非常就是已经是超跑等级的动力数据了。那第二个呢，它这次新一代的气压悬吊使用了三气式的系统。那这个三气式的气压悬吊的好处呢，就是比之前还要增加了60%的空气量，所以呢，它这套气压悬吊其实很明显的在做动上比之前还要来的细致，而且舒服很多。再来呢，它还配备了一样是从 Bentayga 来的 48V 的电子防倾杆，它可以借由路况侦测呢来调整前后防倾杆的刚性，也就是它的硬度，然后来因应车身的侧倾，就是来控制它的车身侧倾的程度。最后一项是这一次宾利首度就是放在 Firespur 身上的四轮转向系统。这一项配备呢，对于就是尺码这么大的 Firespur 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项配备。特别是我们这次试驾地点在摩纳哥，它的不管是街道还是市区道路，是郊外的道路，其实都非常的窄小。我们有时候甚至看错路，走错路之后想要回头都没有办法。但是在一些 U turn， 就是像 U 型弯或者在山路超驾的时候，它的四轮转向真的是带来非常出色的超驾体验。因为它在低速的时候可以就是跟前轮做反向的转向动作，借有一个虚拟就是模拟轴距缩短的状况，来让车身的动态变得更灵活。那在高速的时候呢，它会就是后轮会跟前轮做同方向的转向，这时候可以增加你的高速的稳定性，而且你会发现你在变换车道就是施打方向盘角度还要比之前来的小很多。那这四点呢，就是主要这次新的 Firespur 它的关于超驾跟动力方面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感的升级的配备。那整体的驾驭感受呢，以 Firespur 来说，我觉得它的进化幅度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从它的外观、内装，或者是动力，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科技性的辅助配备，都是非常升级、非常有感的一些配备。那整体的驾驭感受，我觉得我拿食物来形容好了。今天就像你去吃一家米其林餐厅，它的食物好吃是必然的条件，就像 Firespur 它豪华是一定要的嘛。那其他像是从你进去餐厅之后开始，所有的餐具摆设啊、座椅位置啊，然后服务生的态度啊、跟餐厅的环境啊，或者是食材的要求跟品质，这些所有的面向组合起来，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米其林水准的餐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面向都达到一个非常高规的境界。所以你在体验过后，你真的会感受到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OK，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到摩纳哥就是试驾 Firespur 的一些主要的内外观还有动力的超驾的重点。那剩下的就请大家去观看文章。OK， 拜拜。